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也要来给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最新的资讯跟活动。欢迎收看，咱今日要讲的是新市的毛豆吼。这部一开始，咱先来看一个影带哈，听看市长要跟咱讲什么哦。请揭晓，今年呢迈入第十二年了，我们的新市毛豆节结合了这个我们毛豆路面的这个概念哦，用我们的台南好面再添一名生力军。已经进入第十二档的新市毛豆节，十一月七号要依着幸福悠闲新世代做主题来举办。十月二十号，新市农会就伫个记者会顶头，先来捧出一切的毛豆料理含着产品，以及新推出的毛豆拌面，含大家来见面。我们毛豆被称为叫做绿金的超级食物，所以新市农会把这样的超级食物跟现在最夯的拌面产品，把它研发出来。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到吃到一个既能满足又有健康的这个新的产品，就是我们新市的毛豆拌面。新市毛豆营养健康，含着农会用心，到场参观，每个市场是相当的肯定。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蛋白质补充剂哦。那我觉得其实多吃，你要说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我们觉得多吃毛豆的孩子不会变胖，所以我们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品。我这同时也来感谢着农业局、新市农会以及台南应用科技大学，会当把毛豆的产品多元化，让毛豆伫个台南市的外销农产品顶头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们也感谢新市农会，感谢台南应用科大，感谢许许多多的，还有我们农委会，还有我们农业局，因为他们精心研制，能把毛豆的产品应用多元化，不仅是入面，不仅是变成香松，或者是变成冰淇淋。很多很多的新的吃法，我们觉得其实都是值得我们一再尝试的，也提高了消费者对毛豆的这个兴趣跟他们的好奇。也欢迎大家从我们今天开始起跑的毛豆节，在十一月七号有非常盛大的活动哦，都欢迎所有的朋友上我们的官方网站来报名，踊跃的参加。如果你若是吼去餐厅食饭吼，那么咱时常吼拢会先来一盘小菜啦吼。那么这盘小菜呢，通常吼咱拢会食到这個毛豆吼。那你乡亲朋友你可能知影吼，咱这個毛豆吼，伊虽然是小小一颗哦，但是吼伊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呐吼，尤其是伊的这個蛋白质很高吼。一寡素食的人或者是讲吼减肥的人，可能吼因为伊无食肉，那么呢这蛋白质就会欠款吼。那么这個时阵呢，咱的毛豆吼，就是这素食的人，或者是讲减肥的人，伊上好的这个营养哦，这个蛋白质的这个补充啦。所以哦，这毛豆呢，佮有人家讲吼是这个植物肉哈。那么伫咱台南市哦，咱新市家哦，咱种的这个毛豆呢，非常的优质哦。伫这所在呢，咱家称呼叫做绿钻石哈。啊，现在有这個绿钻石的这个称号呢，因为哈，咱台南市啊，咱新市的这个毛豆吼，伊消息到这个。日本的时阵，伫日本非常的这受欢迎啊！到底呢，咱新市的这个毛豆是安那有这大的魅力呢？咱今日邀请到哈，嘛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个女人啦哈，就是咱新市区的这个农会哈，咱李美华总干事来跟咱乡亲朋友来做介绍啊！总干事你好，各位朋友、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新市农会总干事李美华。是，那么讲到这新市的毛豆啦哈，其实。我不晓得哈，是没有印象还是怎么样？我怎么觉得哈，以前较细汉的时候，好像很少吃到毛豆啊。等到我较大了，尤其我头拄在讲啊，那来去餐厅哈，好像餐厅上一桌上那些小菜，就是会有一盘毛豆。到底咱台湾哈进毛豆哈，它这个历史是我们印象是很小以前就有了，还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有人在种？其实我们台湾种植毛豆已经大概有六七十年的历史了，对，我已经不记得。那早期种植毛豆可能还是我们主要会是以外销为主，哦，不乖，所以台湾目前今年是毛豆外销日本的第五十周年了，哦，那但是我们的。
豆农呢，其实就是把这样子一个高经济价值的东西外销到日本去之后，自己在台湾那个底价就是去横里 Q 嘿。村呢？村呢？对，啊，咱台湾人较可怜。对，后来物件甲外销去日本，啊，唔过村内咱就家己食呢。啊，所以细汉的时候，咱就较不伫餐厅食着。所以我讲的嘛，无唔对啦。对，只是我们就是因为外销去，咱台湾人家己无食着。对。哦，啊，现在为什么会变成咱台湾的迄个毛豆？是因为它大量生产吗？它现在规个拢是大量的机械化生产，然后咱够改做有效的田间管理之外，然后咱即马就是发现，咱其实国民的生活品质嘛做好啊，然后所以应该来在吃的方面，在饮食上可以来做提升，所以我们就开始在十几年前开始大力的向国人来推展这个超级食物毛豆。超级食物啦，因为哈，拄好我一开始我有讲啊，这毛豆它的营养价值足高的哈，因为伊的迄、那个我知影伊那蛋白质哈，蛋白质足高的，尤其是咱哈拄好在讲的有咧食菜啦，有者是讲哈有人减肥啦哈，这毛豆就会当补充伊的这蛋白质啦哈。那么毛豆伫咱身体家哈。咱的产量，我是说，是不是它可能现在产量比较多了哈？以前进不到那个价，哈，拢买外销啊，今嘛哦，进不到那个价，有遐还这个乡亲哈，咱这个岛内咱国内的人嘛买得到这个毛豆了哈。那么目前哈，咱就是新市家哈，咱的这个毛豆的产量的经营是安怎？我们台南市大概总共将近有100公顷的种植面积，那在我们台南新市就占了大概一半的这个种植面积。那我们在这个推广上面，主要是现在我们的管理技术也都相当的良好，所以呢，虽然种植面积不是相当大，但是它的产量是比以往来的比较好了，所以它的这个丰收量就会比较好，那我们就值得来在国内也开始做推广。如果我讲吼，这毛豆有蛋白质啦吼，这是我可能对毛豆的这些认识。我咧想，咱总干事对毛豆的这些认识应该吼更加深入啦，是不是？甲咱乡亲朋友介绍一下吼，这毛豆吼，除了讲蛋白质以外，还佫有其他的这些营养素。毛豆它最特殊的就是它是一个几乎是零胆固醇的一个超级食物，所以比如说我们这个爱运动啊，或者是现在所谓的低糖减食的这个文化饮食文化当中，这个毛豆就是一个很好的蛋白质的补充来源，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肉类的2倍，鸡蛋的4倍，牛奶的12倍。对，所以不管对老人家或是小孩来说都是很好的补充。那对于女性来说的话，因为它富含很多的这个营养，所以对女生来说，她在蛋白质补充之后，它还会对她的荷尔蒙激素也有一个补充。那另外就是它有一个高的这个膳食纤维，也会让我们的肠道蠕动是比较好的，所以对于整体健康来说都是很有帮助的。其实以及那个生工哈，全民都可以吃的食物啦，哈，如果咱总干事例如讲点嘛哈，小朋友啦。老人呐、啊，尤其是讲诶妇女啦、啊、吼，尤其是讲这老大人吼、啊，有阵时啊，就是惊讲吼，这血管的问题吼、啊，有时候呢到这年岁时阵，还有三高的问题吼、啊，啊，有阵时啊，这血液循环不好，血液循环不好吼、啊，咱上惊迄胆固醇、啊，然后这胆固醇也是管诶话吼，那么咱有可能造成吼，这心血管吼、啊，心血管的这个疾病啦、啊、吼，啊，所以呢，咱一寡这老大人咧食食的时当中呢，可能就是爱小可吼，安尼可能要注意一下吼、啊，咱诶这个胆固醇。这个吸收，那么很多人咧讲，这毛豆它没有胆固醇哈，啊，佮有蛋白质哈，尤其是今嘛人咧讲个肌少症哈，肌少症的需要这蛋白质，然后所以咱老大人哈，就要多吃一些这毛豆哈，尤其是这毛豆的产地的伫咱新竹，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你若产地愈近，咱咧购买的时候是不是伊的迄、那个？价钱也愈俗啦吼，那你去买外销的，去即买进口啊，当然，那进口吼，那个价格就会比较高吼。啊，好多话咱这个总干事跟我讲的哦，像这大豆来的有些毛豆有大豆异黄酮，对着迄更年期的女性，吼，伊可能需要这个雌激素吼。那么在更年期的女性呢，吃这个毛豆吼，对着伊更年期的一挂症状，可能也会
有帮助啦哈。那么毛豆当然伊的这个营养价值足高啦哈。我咧想反正他都话咱咧讲啊，这个星期真要紧吼啊，咱即马种植的这个产量也够，所以我刚刚讲吼，咱的这个乡亲朋友啦哈，都是多吃啦，啊，搁有伊有迄个膳食。有阵时啊，咱老大人哈，这个时段有阵时呢，在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不顺的这个经营哈，这个我们上厕所有时候不顺哦，这毛豆也是很好的一个帮助了哈。那么咱咧讲到这个毛豆哈，就是讲，我记得哈，之前也问过那个我们总干事哈，就是讲毛豆它在收割啦，或是说它在收成的时候，跟一般的这些植物哈，而且讲这些农产品不太一样，它好像要特别很早很早就要去收割，是不是？简单的雄心做一个介绍好不好？我们毛豆它在采收的时候要在阳光还没有露脸之前，所以我们通常都会是在两三点半夜两三点的时候，清晨的时候来做采收。当它露搁在当露最顺的来采收啦哈、那采收了，咱得以四点钟到六点钟内底，也给伊送去加工厂，给伊完成伊所有加工程序，也当来保存伊的营养之外，可以当保存伊的鲜甜啦。这是咱今嘛台湾的加工技术已经发达的部分，可以让毛豆的这个香甜保存得非常好。那么就是讲，咱一般哦，起码拢较惊的，就是比如讲农药的这个残留哦，这毛豆伊在种植的这个当中，它需要大量的农药吗？啊，然后我们在采收的时候，咱采收落来的这个毛豆啊，咱讲我觉得农药残留的这个困扰啊。咱的毛豆现在对品种的改良上面，咱台湾一定做得很好啊，所以咱的品种对于这个抗虫害部分哦，一定做得不错啊。所以咱的用药的过程当中，其实用的药是非常少的哦。那而且要在每晚的十天一整哦，咱就会先来改做农药的残留的测试啊哈。那它的残留量是在达到标准以下，咱才来改采收来大概加工。所以你这个田间管理，咱即马一定拢做加足好啊。所以咱这个农会就是有替咱的这个消费者做一个把关哈，伫咱这个农药的这个残留顶管哈，咱有做一个标准啊啊。那么咱的这个民众买到咱的这个毛豆了后啊，我们就不用担心讲有迄农药残留的这种问题。那么咱他都话有讲到，讲这个毛豆啦哈，咱大部分他都话你讲的讲小日本啊，那我们在全球其他的国家，刚够有哪些国家是买咱的这个毛豆？咱台湾的毛豆足有名的吼，所以咱除了外销八成以日本之外吼，美国啦、加拿大啦，或者是在东南亚，总共全球有24个国家其实都有引进我们台湾的毛豆哈。那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台湾的毛豆的品质是比起其他几个国家来说品质更好，所以光在价格上面单价就大概是其他国家的1.5倍左右，对，所以在世界上是台湾的毛豆品质是很有保障的，所以它是算一个高经济的这个价值的这个农产品啦哈。那么我知影讲吼，咱头拄我讲的，讲啊，咱去到餐厅吼，啊，桌仔顶就是有一盘这个毛豆哈，那个毛豆就是像这样子啊哈，就是这样，大概都是这个样子啊哈。那么咱独料讲安尼食以外啦哈，当然它一定还可以发展出更多哈多元的迄种。比如讲副产品啊，有些是讲多元的这些吃法哦，因为安尼嘛，各人提高着咱这农民伊的迄个经济价值嘛哈。那么这方面是不是啊？咱总干事也帮我们介绍一下。那咱毛豆哈最畅销的产品，还是咱的经典毛豆啦哈，对，大概对细汉食到大汉的。那今摆咱台湾的品种改良上面很棒哈，所以咱今摆有一个新的叫茶豆，一吃起来有一个特殊的香味啊哈，这也是我们这几年来非常火红的一个产品。那因为现在大家的饮食比较多元化哈，所以农会这边也开始开发了很多其他在不同的品项当中，让我们消费者可以来做选购的，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毛豆香松，
就是像肉糊安尼啊，老人袂当食炒的时阵，咱得当用毛豆香松来代替。像小孩子也是很适合。对，小孩子也是。那另外的话，我们也有出这个我们的毛豆，今年的这个最夯的产品就是我们的毛豆的拌面这样子。我们除了把毛豆入在面里面之外，我们里面有一包酱包，也是用我们的毛豆下去做的。那它就把毛豆取代蛋那个。淀粉，那减少淀粉的摄取量，用蛋白质来取代。那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这几年非常火红的，就是我们的毛豆香肠。那台湾人最爱加 N 层，那 N 层它主要还是以肉类为主嘛。那我们还是希望它多点健康在美味当中。所以那呢，用台湾的国产猪肉之外，那呢用咱家己的毛豆改。入在我们的香肠当中，那所以它吃起来就会有多一分清爽在里面。那另外我们当然也会开发一些比较是休闲食品的部分，就我们开发了冰淇淋，最后你那郎都爱吃这种冰淇淋哎。那另外我们也有开发出那个茶豆香酥，就是咱的饼之类的，所以咱的品项当中得当是家庭主妇啊，比煮饭的啦，吼，咱的毛豆人呐、啊，还是比恩情呐，或是我们一般的消费者，改当做零食来吃的，拢会当。是因为哈、哦，这个毛豆，好多我讲的，咱通常吃的就是安尼吃嘛，吼、可是多多少少有一些人诶偏执，有些是讲吃这样子吃久了也会腻啦，吼、所以我们要改变一个方式来吃这些毛豆。那么比如说哈罗瓦兰贡的米啦，那有时候吃饭不想吃就吃面嘛，啊吃面的话那就用这些毛豆来代替那些淀粉啦，啊像这些哈罗瓦贡的像这香松，有时候小孩子他们很小的时候可能也不太要煲，他们咀嚼能力也不太好，比较是说老大人他牙口也不好啦，啊这个毛豆有时候这样子吃稍微有点硬，他们可能在吃的时候咀嚼有一点困难，那么用的这香松的话对他们来说他们在吞咽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啊，而且呢可以当摄取咱毛豆它的营养价值，像它的这个蛋白质我们刚刚讲嘛，它的蛋白质很高，那么像这个类似这是零食嘛，这不是零食，看起来很像零食。我们是都把它当零食吃，对对对，但是也可以把它入菜。哦，是啊，对。哦，对啊，就是说，用其他的方式哈，咱买当摄取哈，咱的这个毛豆的这个营养价值，是讲咱多样性和每一个人伊选择他喜欢的这个样式去摄取咱毛豆的这个营养啊。这一盒是什么？豆豆珠。我。这一盒豆豆珠的是咱哈，我担心嘛是有送礼的需要啦哈，所以咱就把咱的茶豆、把咱的毛豆、把咱的香肠组合成一个叫做遇见豆豆珠礼盒，让我们的消费者可以把我们台湾台南这么好的一个农特产品也跟他的好朋友来做分享，所以我们有出了这个遇见豆豆猪礼盒，那甚至于中秋过年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喜欢烤肉啦，或者是家里聚会的时候香肠好像都是必备丰盛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也出了香肠礼盒的部分，让消费者可以来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很好的礼物来跟朋友分享。是，那么我知道说咱新市吼，伫这个农会吼，为着要帮助咱的农民来推广啦吼，当然吼，主要讲像这种再制品，或者是讲吼，咱延伸出来即个吼，这个产业吼，这种有当下是透过咱农会家吼来甲因斗相共啊，帮因推动啦吼。啊，其他的我咧想啊，佮有比如讲吼，咱有办一寡活动啊来帮助咱这农民吼来销售这个毛豆，是不是嘛？佮咱的乡亲朋友来分享一下哈，咱平常时啊，佮有用过啥物方式，还是讲吼办过啥物活动？咱新市农会吼，逐当拢有办一个毛豆节啦吼。那毛豆节办理的主要的意义是在说，我们让消费者亲自来参与整个毛豆的种植到采收的这个过程，他能了解这个食材从产地到餐桌的过程当中，他才会理解这个超级食物它的好处哈。所以我们每年办理的时候，我们就有第一个一个亲子
毛豆庄的走秀活动哦。那第二个还有我们会办青少年的体验营，我们会在闯关活动当中让他把毛豆的知识加在这个闯关活动当中，让他借由游戏的方式来了解毛豆的知识。那甚至于我们也会开放我们的毛豆田，让我们的消费者还有我们的学童们可以进到毛豆田里面来进行采收的这个动作。嗯，那我们也为了做了这个推广，我们也曾经办过这个代言人的这个选拔活动。嗯，所以我们有毛豆公主、毛豆小姐、毛豆小先生的这些选拔。嗯，那在前年我们也办了毛豆甜点的比赛。嗯，那今年呢，我们就用一个毛豆为电影的方式，把这一个毛豆的部分跟我们在地的一些文化做一个串联，以电影的方式来做一个推广。可是话，咱总干事在讲这个毛豆公主、毛豆小姐，然后先生哦，哈，我就想吼，咱乡亲哦，可能有的人看了这部料，蛮有兴趣的。哎，是不是哦？跟咱来介绍一下哦，就是说，如果他们要参加，是什么时候参加？那他们参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我们以往这个毛豆先生、毛豆小姐的选拔，到后来我们是只要年满18岁，不限国籍、不限婚姻状态、不限性别的方式来办理哦。那也在这边可能也比较不好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活动已经办了10年之后，我们把它转型到这个甜点跟微电影的比赛了。对，现在就是变成这个毛豆公主跟毛豆先生，他没有选拔了，是是是，好可惜。那么那现在的微电影是我们总算是我们农会自己拍，还是委外？哦，不是，我们就是开放给我们所有的这个民众可以自行对。所以由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他觉得的他认识的毛豆是什么，那因为他必须要拍成微电影，他就必须要先去了解毛豆的相关知识、产地等等，那由他们透过这个消费者的眼睛来去阐述这个产品。对我们来说，我们会觉得比较接地气，所以我们办理了这个微电影的方式，那由这个民众来参与。那今年的这个第一名的这个小女生，她也把这个毛豆用一个很轻快的歌曲来去表达，它包括它的产地跟它的这一些营养成分，所以我们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因为每一个人各多不一样哈，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展现一个碟这个创意，然后有时候呢，你自己想的哈，就是可能就是要局限啊，然后你让很多人都去发挥一些这些创意，有时候你会很惊艳啊，就是说竟然有人会用这样的方式，从一个段工来，他就把它变成一首歌哈。那么嘿，火兰的干妈工很新鲜呐哈。那么今年哈，因为一开始有疫情的关系，刚好去应用到咱毛豆诶这种销售，还是讲外销这方面，刚好应用到。其实毛豆哈，今年受疫情的影响其实不大哈，反而是因为天气太热，不然后这个病虫害可能对人的影响较大啦，所以疫情的部分其实反而增加了这个消费者对健康饮食的这个概念增加了，所以在这个部分的销售量是还是维持平稳的。那么哈，但是咱诶这个毛豆啦，一般就是咱是菜市都买得到嘛哈，像这些的产品呐哈，可能我们在外面的这个通路不太容易看得到啊，咱的乡亲啊、小艺家啊，是想要买的，那么他们要用什么样的管道来购买？那那毛豆产品其实在各大农会体系或者是我们有一些这个经销商都可以买得到。那当然如果可以现在大家都是流行这个网络购物的话，我们在这边也有设计了一个购物的平台，所以消费者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网络上面来做选购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感谢哈，咱新奇夫哦，咱这个农会总干事李美华总干事啊，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介绍一下哈，咱亲戚的这个毛豆，最后咱总干事跟各位乡亲朋友讲，各位消费者各位民众
我们台南市政府呢，其实在我们农业上面给我们很多的资源，也帮我们推广了很多农业的相关产品。那在我们农会界这边，其实是可以有更多的农特产品给消费者理解的。那也欢迎各位民众呢一起来参与这个农业，发现农业的美好，跟农业可以提供给大家的各种健康知识。谢谢。那么未来哈，咱农会家对着毛豆的这个推广，刚刚有什么新的计划？咱接下来吧，是拢会持续来做每年的这个毛豆节举办啦，哈。那我们未来可能在很多的这个管道上面，我们也会来增加，让很多的消费者可以一起来参与，包括我们最近可能也会跟这个雄狮旅游来去做合作等等，在通路方面，我们也会做多元化的推广。像你讲跟雄狮旅游他们合作是怎么样的合作？雄狮旅游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啦，所以他们现在开始推广我们的这一个台湾的这个毛豆，农产品，旅游是坐轮船到我们绕岛的这个行程。那因为没有到外面去外海的关系，那他在里面就把我们台湾各个农特产品集合起来，做一个农特产品的销售。所以消费者在旅途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有习惯爱给零食，对，就是伴手礼呀、等等这些的这个单楼啊，这样子。那我们就是透过这个旅游的行程过程当中，就可以一起来做这个采购的动作。是很多哈，咱总干事来给咱介绍这个毛豆，对咱来讲哈，我们毛豆其实咱的民众哈都不陌生呐哈，只不过是讲，咱对毛豆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深入的去了解啊，咱对了这个毛豆该深入了解了，咱怎样哈？这个毛豆它的营养价值很高哈啊，所以呢，其实我就讲讲啊，咱伫台南市，咱买去到新市，其实唔是讲去到新市买啦，咱其实咱菜市也都买得到哈。我咧讲的意思就是讲哈。咱产地越近的话，咱买迄个价格会越低嘛，因为运费不高嘛，哈啊，所以呢，咱这个毛豆是一个算讲应该算不是很经济、不是很贵的一个农产品，然后不是足贵的这个食物啦，哈，所以咱多摄取这个毛豆，多吃毛豆啊，多你讲的伊的胆固醇也不高哈，然后呢，一个有这个植物的这个雌激素哈，那对的这个妇孺朋友，或者是讲许多人哈，咱长辈来讲哦，他们时常摄取的话哈，这个两倍几个多哈，那么很高，那么对的你的这个就有肌少症的人哈，我们多吃哈，啊无哈，等到有一个年岁时阵，加减拢有一寡毛病啊，对的咱这个长辈来讲哦，这毛豆应该没有什么可能较无有什么哈接着几条有较无啥物有啥物衍生出来什么毛病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多摄取这类毛豆。毛豆干有啥物迄个，比如讲谁比较不适合吃？除非说医生有建议你不要吃大豆类的东西，那我们当然就需要避免毛豆的这一个进食。那如果医生没有强烈建议说不要使用大豆类的东西，一般民众其实都没有什么机会的。那么今天咱感谢咱台南市哈，咱新市区农会咱李美华总干事哈来给咱的乡亲朋友来介绍咱的这个毛豆，谢谢。那么嘛，感谢咱乡亲朋友的收看，我是弯弯哦，咱台南向前行，我们下次见哦。